醒了。我现在的样子很可笑吧？喝点水吧，你出了很多汗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们两个也没有做错什么。不是所有的事都能用对错来衡量的。可以把我吃了吗？可以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你爱上我的时候。那你恐怕等不到了。我应该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。神秘男贵族，冷酷女总裁，医师，来历不明的男子，超能力，到底还有什么呢？对不起，小姐，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都是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玩吗？关小姐，贺兰先生已经在里边恭候多时了。请跟我来吧，瞬间帮我找起来会不会太麻烦？相信我。开什么玩笑啊！哎呀，皮皮之前跟我说，关于贺兰静婷的采访，他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信息，而且他现在已经辞职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与其去找关皮皮，你还不如盯着点贺兰和千花更有价值。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，有时候明明采访到了重要的新闻，但因为这个新闻对受访者很不利，特别是有钱有权的，他们就会和记者达成某种私下的协议。以关皮皮和贺兰的情况来看，很有可能关皮皮采访到了重要的内容。王轩，有些事情话不能乱讲的，要有证据。那主编，我问你，为什么关皮皮会忽然离职呢？因为某些个人的原因吧。我听小雨讲，好像她男朋友去美国了。关皮皮家的情况根本不足以支持她去美国的。你想说她被贺兰套路了？所以关皮皮之前的采访器材都交上来了吗？哎，萱姐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其实录音笔之后还有别人用过吗？没有，现在大家都嫌麻烦，出去采访都用自己的手机录，其实都不符合规定。行了，那我看一下，谢谢啊。哎，萱姐，签个字。哎，你帮我签就行了。自己走就可以了，你不用出来了。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。
确认一下，您今天订的七夕双人晚餐应该没有变动吧？今天是七夕啊。是的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我可以取消吗？实在抱歉，由于是特殊节日，取消预订的话，依然会从您的银行卡上扣除1000块的预订费。所以，其实您也可以找别的朋友来用餐啊。吃点面吧。啊，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，每次在嘉玲身边的时候，我都会问自己，她到底为什么喜欢我呀？我这么笨，条件又不好，如果不是从小玩在一起的话，他应该不会注意到我吧。你笨，你条件差，可这些不是他不喜欢你的原因。我根本就配不上他，不像天心，他又聪明又有才华，英文还那么好，他陪嘉玲去美国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去的话，只会是一个累赘吧。不要这么想啊。你知道吗？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班里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，只有甜心她愿意跟我做朋友。我猜到了嘉玲会离开我，只是我没猜到会是甜心。皮皮，每个人都会失恋，但每个人都能熬过去。你要相信自己也能熬过去，总会遇到的。万一遇不到呢？遇不到，也要先吃口面啊。吃一口怪，吃不下。那算了，那喝口汤也行。来，你不明白我的感觉。我明白的。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家伙的。谁啊？就是常来我咖啡店，那个我还不承认的那个。可人家不喜欢我，我也只能让他过去了。其实皮皮你是幸运的，你跟陶嘉玲从小一起长大，就算爱情没了，他也还是在乎你的。你真的觉得他还在乎我吗？当然啦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见你的。那我昨天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来啊？他不是不知道吗？他要是知道，一定会放下一切，第一时间过来见你。好了，皮皮，你再躺一会儿，起来吃点东西。我要去上班了，下班再过来看你，别让我担心，乖。吃点东西啊，我先走了。